肠病毒有几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像这种天气这么热，30几度，它大概可以活个大概半天到一天左右。我看生命力很强，对，这样蛮厉害的。对，那另外就是说它也不怕那个酒精，一般那个干洗手不是都喜欢用酒精？对啊，没有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